尊敬的各位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第20愿，临终接引愿。愿文是：一心念我，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欲诸菩萨众迎现其前，经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致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愿文的大意是：如以上发心勤修，念佛不断，求生净土的人，在临命终时，我，指阿弥陀佛，同西方众多大菩萨一起出现在这人之前，接引他往生。只经过大约48分钟的时间，就已升到极乐国土，成为不退转菩萨。这个愿若不成就，我不成佛。这一愿临终接引愿非常重要。有了这一愿，我们念佛求生净土，心就定了，丝毫疑惑、忧虑都没有了，我们不必操心。虚空法界这么大，极乐世界在哪里？到时候阿弥陀佛来接你去，你大可以安心念佛了。这件事情，我姐姐刘素清老菩萨往生的时候，我体会到了。因为姐姐往生前告诉我，我这次往生极乐世界，梁土导师一接一送，释迦牟尼佛送我，阿弥陀佛接我，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事实验证了。姐姐走时，确实是梁土导师一接一送。为什么说临终接引愿很重要？因为人在临终的时候，正是极度混乱与颠倒。宋代的灵芝大师说：“凡人临终，食神无主。”正当临终时，人的神识已经混乱，不能做主。善恶业种无不发现。你这一生所做的善事、恶事，在你自己80心田所留的种子都要发现。人在临死时，他一生所作所为，都要在心里头出现。做了坏事，心里非常痛苦，有的时候会起恶念，或起邪念。例如，有人一生吃素，临终忽然要吃肉，这个我有切身体会。2005年那一年，我病危病重。那一次有病之后，有一个特别的感觉，特别馋。馋什么呢？就想吃那个肘子肉，而且那肘子切了以后，那个肘肉花都看见那纹溜啊，都清清楚楚。然后那香味儿啊，一阵一阵的往鼻子里钻，隐隐约约还能看见那肘子花在冒热气，馋得不得了。恨不得一下吃到嘴里。我当时想，跟孩子说吧，让他们去给我买点儿。后来还是忍住了，不能说。那我要一说，孩子们巴不得的立刻去给我买，那我那吃素就吃不下去了。所以那次我对自己还很赞叹，忍住了，虽然是馋，但是我终于没有吃。
有的修行了几十年，临终骂佛，种类很多，或者贪恋世间不能放下，或者猖狂发疯，种种恶相都叫做颠倒。所以临终的时候，地火水风四大分离已经是苦不可言，再加上颠倒，这个时候想要用功，凡夫是很难办到的。要是没有特殊的修持，那就不可能了。现在所屏障的唯赖弥陀大愿的加批。袁中超说，娑婆世界的众生虽然能念佛，可是他浩浩荡荡如同洪水一般的见惑思惑实在是并没有断，不但没有断，连福都没有福，压福一下都没有办到。在这种情况下，而能在临终的时候心不颠倒能念佛，原非自力而能主持，就是说单靠自己的力量是没有办法的，专靠自力不能主持，所以全仗阿弥陀佛前来拔出业障救济。这个时候完全是仗弥陀来接引救济的大力，虽然本不是正念，但能生正念，所以心不颠倒往生极乐，这全仗佛的加皮力。姚琴时代鸠摩罗什大师所译的阿弥陀经有一段经文是这样说的，七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其前，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这一段经文我们有事实来验证，比如这次送董老菩萨往生，他最后见佛的那一刻就是诸佛圣众现在其前了，那个眼神真是让我永生不忘。这是作证转。罗什大师因为秦人上简，中国人喜欢文字简要，所以他的译文极简，但仍可体会到临终所以能心不颠倒往生极乐，是因为佛与圣众现在其前。唐代玄奘大师所译称赞净土佛摄受经文字较详，经义明显，经文是临命终时无量寿佛与其无量声闻弟子菩萨众聚前后围绕来住其前，慈悲加佑令心不乱。从经文可见是由于阿弥陀佛慈悲加佑，临终的人心不颠倒混乱，正念分明，随佛往生。悲华经曰，临终之时我时当与大众围绕现其人前，其人见我基于我所得心欢喜。这段话的意思是他看佛来了就欢喜了，就放心了。佛这个时候入无异三昧，异是异障的意思，以三昧力故现在其前
而为说法，以闻法故，寻得断除一切苦恼，心大欢喜。其心喜故，得保至三昧。以三昧力故，令心得念及无生忍，命中之后，必生我界。因佛来接临终之人，生大欢喜心，佛当即入无意三昧。因为这个三昧的加持力，佛为他演说妙法，当他闻法之后，当下断除一切苦恼，如梦初醒，如一灯照破了千年的积案，所以出生大欢喜心。这个大字不是一小相对的大，是绝对的大，是大方广佛华严经的大。当下就证入保至三昧，因为这个三昧的力量，心能安住正念，并得无生法忍，安住在无生法中，八地以上菩萨才能完全弃证。所以命中之后必定往生极乐世界。所以唐一本与悲华经帮助秦义显明净土法门，是他立门果教派，这与本经愿文完全一致。佛发临终接引愿，这个大愿很重要。求生净土心定了，疑惑忧虑全顿消，阿弥陀佛亲接引，临终之人不颠倒，正念分明去极乐，听佛说法真微妙。做阿惟越智菩萨，阿惟越智即阿比拔智，翻译成华文意味不退转，这是菩萨的阶位。不退有三类，第一位不退，所得到的地位不再降低，已经做了圣人的同流，就是我们所说的入圣流，不再往下蜕变成凡夫了。藏教的初果已入了圣流，他就不是凡夫了。第二行不退，永恒是度生的大乘行，不再退位只求自度的二乘，度生之行不退，藏教根本没有资格。第三念不退，是念念流入萨婆若海，萨婆若海就是如来的智慧之海，正因为念念都是如来智慧，所以别叫地上菩萨才能达到这个境界。远离两边，妙气中道，破一分无明，见一分法身，才开始正道念不退。可是本愿十方众生蒙佛接引往生极乐世界，都是阿惟越智。要解又说，五逆十恶，十念成就，待业往生，居下下品者皆得三不退。五逆十恶待业往生，也同于地上菩萨同证三不退，这实在是十方世界之所无，
极乐世界所独有。凡夫去了就是阿比拔智，他虽然是阿比拔智，他不退转了，可是他还是凡夫。虽是凡夫，他已经是阿比拔智。此土众生往生到极乐世界，一般都是生到凡圣同居土，不是生到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所以还是容易去。那往生之后所贵者，就是成为阿比拔智。所以十方诸佛赞叹就是如此，又容易又殊胜。你容易得到这东西，往往是不殊胜的，殊胜的东西往往不容易得到。往生极乐世界是第一容易第一殊胜，极容易极殊胜同时并得，这个真是不可思议。所以偶益大师赞叹，是十方世界之所无，为极乐所独有，如是圣意超绝。圣是殊胜，意是奇异，超是超出，绝是绝妙，严丝莫及，非心性之极致，持名之其勋，弥陀之大愿，何以有此？偶益大师赞叹是发自肺腑的。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是这样超情理见，这是极乐唯一独特超异之处。凡夫往生都不退转，并且寿命无量，所以都是决定成佛。这不是凡夫古度计较的思维心能测。如果不是当人的妙明真心，众生本有的佛性登峰造极，持名的奇异功德、弥陀大愿的红利，如何能有这样殊胜的妙果？这正是六字洪名，一乘愿海，不可思议的功德。第二十一愿，悔过得生愿。愿文是：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后，细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执重得稳，至心回向，欲生极乐，无不遂者。若有宿恶，闻我名字，即自悔过，为道作善，便持经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愿文大意是：我成佛时，十方众生听到我的名号，就至心向往，一心想念极乐国土，并且发菩提心，非常坚固，没有退转，培植众德的根本，勤修种种功德，广种善根。念佛是诸善中王，当然都在勤修，并用至诚心回向求生极乐，没有不遂心如愿的。从我作佛时到无不遂者，把这一段
与第十九院相比较，两者基本相同，唯一重要的差别，第十九院中一心念我，昼夜不断，是专修持名，本院是执重得本，是兼修或其他不同意专修的修持，这不宜把执重得本当成也是专念名号，那便与第十九院重复，这是不应该出现的。第十八、十九两院都是专重持名，本经的纲宗也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足证专修持名是净土正宗，但从古至今持咒、诵经、参禅以及种种兼修而得到往生的，也常见于多种著述当中，这正是本院所涉之内。最明显的例子，藕益大师说，参禅的人不必放弃禅而修念佛，只要把参禅功德回向极乐就对了。大师真不愧为真佛也，是开显弥陀本心的大善知识。藕益大师真佛眼，弥陀本心来开显，禅境本来是一体，禅即境来，境即禅，参禅不妨把佛念，念佛不碍你参禅，参禅若把弥陀念，今生你定成圣贤。悔过得生愿，重点在悔过，悔过是往生的关键。本愿下半段从若有宿恶起，是阐明悔过得生的特点。过去多生直到今世所造下的罪恶叫做宿恶，一般人肯定是有，但往往不自知。若有人听到佛的名号，恭不恭敬的差别也很大。罪只有从忏悔念，不能以做好事来赎罪。做好事得福报，做坏事得恶报，你要消这个报，你只有靠忏悔，承认自己的罪恶，谦修忏法，痛心悔改，誓不再犯。学道行善，持经持戒，发愿求生极乐世界，这人在命中之后不会再堕三恶道，立即升到极乐国土。按他生前的罪恶，原本应该入三恶道，但以弥陀大愿的加批，直接往生极乐。既生极乐，就永不再入三恶道。这就是一乘愿海的无边功德。所以此土人民，纵有宿业重罪，都可以待业往生。有人认为不能待业往生，消业才能往生。也有人说待业往生是待善业，这都不合经义。第一愿中的不复更堕恶趣，与本愿的不复更三恶道，都表明往生的人
仍有再入三恶道的罪业，现因弥陀大愿加批而往生极乐，不再堕三恶道。所以待业往生之说是肯定的。至于待业必须是指恶业，若待善业就用不着说了。待业往生是真的，切莫对此有怀疑。诸佛菩萨说真话，没有一句是假的。诸佛有证，我未证，信佛说的就对了。你的罪业有多少，诸佛菩萨全知晓，往生之时全带着，阿弥陀佛全包了。最后一句话听没听懂？阿弥陀佛全包了，一点都不给你剩，你还不放心吗？至于消业之说，请看藕益大师所说，念念消81劫生死重罪。若人每天早中晚三个单元时间都在念佛，每念都消81劫生死重罪，念了100年，所能消者只是像人手指甲上所带的一点点土，所没消的还像整个地球上的土。请问这业怎么消？所以万不可以用消业往生代替待业往生，那样的话就没有净土宗是一行道的说法了。消业这两个字也有它的重要性，本愿中的悔改就表明愿意消业，只要知道自己有业肯去消业，符合本愿指示去修持，这一生消不完的罪业不管有多少，往生的时候都可以带，阿弥陀佛全部承包了，都可以托运。如果有业不肯消，那就往生不了，因为消业才是本愿的悔改行动的表示。所以若是肯消业，不管还有多少未消的罪业都可以带，若是根本不肯消业，那就往生不了。不要忘了，罪愿是悔过得生愿，先悔过后得生，不悔过不得生。第22愿，国无女人愿。愿文是：我做佛时，国无妇女。愿文的大意是：我成佛的时候，我的国土之内没有妇女，都是男子。这正是极乐世界没有退缘的主要原因之一。经中说，人世中男女间的爱欲是学道最大的障碍，所幸只有这一个，若再有相等的另一个，那么一切人世间众生都没有希望解脱了。现在极乐世界只有男子，所以这致命的障碍也没有了。无意曰：令我国中无有妇女。汉译曰：女人往生者则化生皆作男子。又曰：七国中悉诸菩萨阿罗汉无有妇女。这一句说得好，
极乐世界完全都是菩萨阿罗汉，没有妇女。唐道宣律师引经曰，十方世界有女人处，即有地狱，今极乐世界无三恶道，亦无妇女，纯是32种大丈夫相，盖男女之间一生情爱便是特缘，是与极乐同居，胜于娑婆。这一愿好，阿弥陀佛把我们的烦恼，最严重的烦恼，那个根儿断掉了。我特别欣赏这一愿，阿弥陀佛太是大智慧了。这个女人呢，就是事儿多，没有女人实在是太好了。第23愿，艳女转男愿，愿文是，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信，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愿文的大意是，若有女人闻我名字，能得到清净无染，无疑无垢，远离烦恼过恶的信心，发菩提心，厌恶与忧患女身，觉得自己这个女身可恶可虑，于是希望舍弃女身。这位女修行有了清净信，又发了菩提心，必有修持，并且求生极乐，到命中之后立即化为男子，往生极乐刹土。这一愿既表示有愿必满，有人厌恶自己的女身，在往生时自然化为男子，再者表示极乐国中没有妇女，十方世界的女性只要如法修持并厌患女身，在临终时自然转成男子，随即往生。例如《法华经》，龙女成佛，当时也是先化成男子，然后立即成佛。在密教中，女身也可成佛。我们看观念法门里的解释，乃由弥陀本愿力故，这不是自己的功夫，不是自己的能力，是阿弥陀佛愿力加持的。女人称佛名号，正命中时即转女身得称男子，弥陀接手，菩萨扶身，坐宝莲上，随佛往生。阿弥陀佛接引你的时候垂手，把你提起来放在莲花上，这时候你已经转成男身。你说什么时候转的？坐上莲花就是男身。善导大师说，一切女人若不因弥陀名愿力者，千劫万劫恒河沙等劫，终不可得转女身。这说明什么？女身转男身靠自理不容易，什么原因？习气。原因是坚固的执着，叫情执，不肯放下，念念不忘。六道众生没有别的，一般人所说的命运，命运就是习气，习气就是命运，
习气决定你的人生命运。学佛了，知道是假的，还是放不下。该放下的放不下，该提起的提不起来。什么原因？情执太深了，习气太重了。举个例子来说，如释迦因地，释迦牟尼佛他在因地，也就是做六道凡夫的时候，行菩萨道。菩萨道是六度，修这个六度修多久了？积一大阿僧祇劫勤修，建立女身，这多不容易。为什么要这么长时间？这就证明阿赖耶里边的夜袭种子那个力量多么强大，你很想转就是转不了。我们明白这个道理，这是真实修行功夫。在男女场合当中，要能把这个情看淡，愈淡愈好，对自己往生有把握。如果一旦陷入情网，被情所困，一定要冲破重围。你要知道你的人生定位是什么。情之难断当力断，失去人身不易得，此次机缘错过了，无量劫后再遇缘。第24愿，莲花化生愿。愿文是：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生。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愿文的大意是：十方世界种种众生，凡是生到极乐世界，都是在七宝池莲花中化生。是在七宝池八功德水中莲花里变化生长出来，所以叫莲花化生。这是超出胎卵湿化四生的化生，不需要父母，不需要外缘，就是只需往生者的功德和弥陀的愿力相应，就自然化现而有身。阿弥陀古音声王陀罗尼经曰：纯处仙妙宝莲花中，自然化生，具大神通，光明赫异。所以不是血肉之躯，也不需要父母，都在莲花中化生。至于为什么要用莲花呢？根据《大日经书》，世间喜欢莲花，因为莲花很吉祥，很清净，出污泥而不染。在密法方面，也是认为妙法莲花最秘密吉祥。又天台宗说，莲花中表极殊胜的大法。一，花多果多，有的是有花无果，有的是有果无花，比如无花果。但莲花是有花有果的，不但有花有果，而且是花多果也多。你看花里有很多瓣，果里有很多莲子。二，它不但花多果多，莲花最殊胜的意思是因果同时，表现了
最殊胜之法，也就是很难信之法，很难思之法，因和果同时出现了。我们一般的想法是，从因到果，是先有因而后才有果，这就是一般的见教。那就三大阿僧祇劫，不断种因，不断得果，不断辗转增上。但圆顿之教是因果同时，所以净土宗说，念佛时即是见佛时，见佛时即是成佛时。那么你念佛时就是成佛时，因果同时，不可思议。极乐世界的九品莲花正显大日如来的密意，莲花是最秘密最吉祥，大日如来是密教的本尊，梵名叫摩诃毗卢遮那，是光明遍照的意思，故又名遍照如来。这里所说的秘密实际上是深密，佛法里头没有秘密，秘密总是不能告诉别人的，说不出的。所谓秘密是它理事太深，不是一般人能够理解的，叫深密。到什么时候才能理解？无始无明烦恼断了，你就明白了，依然是七义自见。世间人平常说读书千遍，七义自见，小悟。小悟上面有大悟，大悟上面有彻悟，极乐世界是彻悟。大悟对于这个深密吉祥可以受用，还是搞不清楚，必须要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就完全明白了，才知道最胜秘密吉祥。往生的人虽然还没有搞清楚，但他是受用到了，得其受用。这个莲花真真实实是行人了脱生死罪孽之身的玄幽宫殿，这是一个比喻，安养当人慧命之神妙设宅，是我们转凡成圣、转八十成四智之所在。一般人修其他的法门，转识成智要靠自己的力量，真不容易。念佛人靠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就是这一愿一弹指之间，从娑婆世界到极乐世界，莲花一开就见佛了。见佛之后，身相、智慧、神通、功德跟阿弥陀佛差不多，超过一切声闻缘觉菩萨。这种殊胜到哪里去找？弥陀大愿，悲心至极，妙德难思。我们要感佛恩、报佛恩呐。第25愿，天人礼敬愿。愿文是：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愿文大意是：我作佛时，十方众生听到我的名字，
就欢喜信受，虔诚礼拜归命，用清净心修行六度万行菩萨所行之法，种种天界及世间友情对于这人是没有不尊敬的。凡人都喜欢得到别人的礼敬，能得到天人的礼敬，那就不是普通人。天人都尊敬你，天人尊敬什么人？尊敬有道德、有学问的人，尊重有慈悲心的人，能帮助苦难众生的人，尊敬世间的孝子贤孙，尊敬念佛的人，修净土的人，天人更恭敬。为什么？因为你这一生有机会到极乐世界做佛去。第26愿，文明得福愿。愿文是：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愿文大意是，愿文中多见这个文字，这个文字包括相信和接受，由于信受，所以文明得福。虽不能往生，但寿终以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眼耳鼻舌身意六根，最要紧的还是一根。这个人很明白，不糊涂，不颠倒，没有精神病。第27愿，修殊胜行愿。愿文是：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愿文大意是：由于文明信受，所以得26愿的福，但更重要的是常修殊胜梵行。梵行是清净的行，一般是指离欲的行。这个梵字指的是梵天，梵天是色界天，梵天就无欲了。这个梵天虽然有形色，但已经不是血肉之躯了，所以离开了淫欲。按一般的修持来说，一个人在一生之中，只要有一次男女之间的肉体关系，就没有资格升到梵天。可见升天也不容易。所以横出三界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梵行是清净无欲之行。法华经家乡书曰：通说则是一切的戒都叫梵行，特别说断淫是梵行。另外一个解释就更深入了，他说梵行之相者，梵名涅槃。所以梵行是根本法轮大涅槃，是法身德、解脱德、般若德三德圆满的大涅槃。达到大涅槃之行，就是真正梵行。经中说修殊胜梵行，包括以上两个意思。因为文明信受功德实在不可思议，所以来生渴望达到这样甚深的境界。以上三愿，天人礼敬愿、
文明德福院，修殊胜行愿，都没有提到往生。可见不是所有念佛的人个个都能往生，只有认真如法修持的人才能如愿。还有一些肯定可以得到好处，天人礼敬，得福，来生修梵行，但不能往生。所以这三愿是指虽然文明，虽然也信要，但缺少发菩提心与一向专念，功德不足，不能如愿。今天这节课就交流到这里，感恩大家，阿弥陀佛。